其他东西我再 report 一次，OK，来大家请看这边，回来呀回来呀，大家来请看这边，OK，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送给你们，一个正常的故事，All right，OK，今天这一边你看啊，故事的开始，每个白人故事都是有开始的，我们叫可木兰，同意这个叫 plot 啊，忘记解释，这个叫做 plot，放大个一点 plot，我们叫做所谓的故事情节。OK，这个 plot 叫做故事情节，Alright，这个叫故事的情节。所、so, 以一个故事里面呢，它一定有一个故事的开始，然后故事的开始呢，然后过后就有一个故事的发展，然后故事的发展过后呢，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故事的一个难题，然后就是高潮，就是最好看、最刺激、最精彩的部分，然后就到故事的 ending。我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，OK，比方说永健，OK，故事一开始。永健是一个很好的学生，OK，他成绩很好，100分，OK，每次拿98分，他拿到一个85分，他都会自责，他觉得自己是很差。然后永健继续的话，故事的发展，永健他发现了，他恋爱了，他喜欢了中原，All right，他喜欢了中原。永健这个我要放 YouTube 了，你们吓到我一点，哎，他喜欢了中原。当永健喜欢了中原过后呢，他就很想跟中原表白。因为中原也是一个校草，然后故事的难题呢，中原拒绝了永健，OK，中原拒绝了永健，这样中原拒绝了永健了过后呢，永健就很伤心，就来到了故事的高潮。故事的高潮呢，永健要考联委的考试 PT3，OK，永健的考试全部从100分掉到去0分，为什么？因为永健的考试的答案里面全部是写着中原的名字。这就是爱，像极了爱情。然后到了这个全部高潮过后呢，永健的结尾就是中原回头一看，跟永健 在一起了，很够力恐怖，是不是这个故事？我也不想去面对这个故事，听到很恐怖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OK，好了，我继续。OK。不要再开现在永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放 YouTube，我跟你讲。来，好了，回到来这边。OK，由于时间上的关系，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答案了，是不是很兴奋呢？每个人，OK，来，大家抄完了这个东西，10分钟，抄完了它，我们就可以放学了。永健 OK 吗？我放 YouTube 可以吗？永健，没有人，永健 OK 吗？你可以选择性的讲不 OK，我就不要放 YouTube 了。可以吗？OK，挂，跟你讲，这样你就变网红了，不然你剪掉那一段哦。啊，等下全部 Facebook 讲寻找不要那一段朋友都很重见，要，不要问重点，全部人在寻找不朋友要问见，重到底是不是个帅哥？有点怕，是帅哥吗？是，他是一个帅哥啊。对，忘记解释，记得一开始记得要写这个 berdasarkan novel yang saya kaji，一定要讲根据我所研究的这个 novel 在 form three。一定要讲答完那口嘛，那考考试是你的题目，然后作者 Ruzaini 雅雅，Alright，你的婆婆的男朋友爷爷，Alright Ruzaini 雅雅，Alright，So 你就直接讲 climax，今天的故事的高潮，climax 达到 novel ini adalah apabila 这三个 satu Malaysia haikal Desnaf 跟 Wei you 再一次被抓了，而 you 给那个所谓的考考试口嘛，那考考试是个坏蛋的虫虫。个兵士给抓了，OK，together with 这个 Puteri Kulabdera 跟 Baran，但是 Fahani 还有 Kim Yong 呢就很厉害的把自己给躲藏起来，OK，Fahani 是主角，所以放青色给他特别一点，Alright 放青色，他是戴绿色的那个 highlight，他不是绿色的帽子啊，不要想歪啊，不是突然间闯进你的生活里啊。来下一个 Maharaja Kalkasus。他就上位了，然后大家可以眼睛大大的看到这边，总之有名字的，要是我就放了黄色。当然，climax 这个是那个所谓的那个题目，哎，我应该放黄色，不用紧了，你们懂我讲什么了，就 climax 放灰色了。OK，啊，马哈拉就考高数，为什么突然间会改去马哈拉就考高数先？OK，就是因为他抢了人家的王位，那个王位是谁？就是本来的王帝叫做马哈拉就单独，马哈拉就考高数就抢了他的王位。OK，蒙古林看这个推翻那个王位，他就觉得很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 Kim Yong 跟法尼没有被抓到。
Alright, 他要的是 chemical， 他要的是法律，因为他已经做研究做到一半了。啊，然后最快快速就快快的叫他的人民，叫他的兵队，快快去找 chemical 跟法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做巴罕乌基卡基亚。什么是巴罕乌基卡基亚？就是那个所谓的实验品 ，yes， 实验品来占领世界，控制人类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所谓的 climax。你喜欢的这个就可以 stop 了。Alright， 喜欢的这个就可以 stop 了。Hello， 中原，你终于有电了，你家？啊，是，是啊，哎、刚刚才来。是你家没有电吧，还是整个地区都没有电？我的大曼的。你大曼吧啊 ，OK OK OK。刚刚我提了你一些字，你 OK 吗？我刚刚有提到你的名字，跟永健一些所谓的小事情发生了。什么事情？好事来了，好事来了，来，请看 YouTube。要请看 VCR。好事算了啊，更紧要好事。你去看 VCR， 你就可以听到叶老师很疼你了。在这一个小时15分钟里面，我都讲了你大概27次的名字了。Alright， 我已经算了，今天要讲李中年27。哇，所以剩下你哦。这就完、是。疼不疼你 ？Alright， 这就是爱。Alright， 像极了爱情。Alright， 很奇怪的。Alright， 老师，这个 video 你会放在哪？在你抄这个东西间 ，YouTube 我会 send link 给你，不用怕。我会放我的 YouTube。OK， 谢谢老师。好，不客气。我的 YouTube 下师叫做什么名字？我一个片段我忘记了。叶老师。一个样吧，这样一个样啊，按照片。哎，好。老师，只是需要写一个吧，没？还是啊？对啊，你高超只有一个吧，吗？高超只有一个。OK， 不要想歪一个，不要搞我叫变态啊！一直想要高潮就很兴奋的，两个。哎，高潮只有一个吧？整个故事的高潮只有一个吧？我不讲一个，我讲一个啊，我不讲一次啊喂。Alright， 啊，一个吧。所以小亮你可以 stop 了 ，OK。